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暗换算，旭哥手游攻略，那是叫我大掌柜。好，那旭哥今天分享这个小当家，这个最强隐藏版的神装还有神角呢，都可以免费拿主角的时装。这个只要解完这个小当家的玩游戏任务，小游戏就可以拿到了。啊，这游戏最多礼包福利啊，各种的美女啊，随你爽爽玩起来，真的不错欸。喜欢玩这个美女 game 啊，后宫 game 的还不错哦。然后还有像是七日签到很多小当家的东西，像这个侍郎的衣服啊，然后各种福利。然后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转蛋、最爽的游戏啊，都在这边，可以嘿嘿嘿。然后生后宫小孩啊，赞啊！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。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。哇，他还讲台语耶！我靠，这个很有梗呢。他竟然讲台语，妈在汴京讲台语啊！我都不知道以前原来他们都讲台语的啊！靠，笑死，很有梗呢。讲台语还蛮好笑的，很有本土味。你看他讲台语，笑死！来，来招募小伙计喽，大伙进攻喽，大伙进攻喽！这是以前 CS 嘛？哎，来赚钱喽！来，我们建造医馆喽！来招募我们的临时工。临时工招募起来，增加我们的赚钱速度。大伙进攻哦！啊，这游戏的玩法蛮爽快的。那建造的越多的话呢，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份。来，我们来升级了。妈的，不要再穿乞丐装了。哦。晋升成一个一等包身工，还是穿的那么丑，妈！早知道选女角了，气死！怎么穿那么丑啊？都被他气死！来，果农，这一定是卖水果的，都叫果农了。啊，送你去，送你去打工啊！好，升级了，然后去经商。通关喽，好，来升等了，终于可以晋升啦，不要再他妈再穿这个乞丐装了，有够丑的。哦，来那个助货郎，有这个开局的福利。好。不要穿那么丑的啊，超丑！现在是短工啊。可以去住房子喽，有没有？我们终于来，我们的卖货郎，把人家干掉，我们的手下，他们都怎么都乞丐啊，笑死！来，我们卖水果的和卖货的李大娘，哎呦，黄花闺女哎、欸，哟，结婚喽！二拜高堂，他怎么突然讲中文？刚刚不是讲台语吗？送入洞房，养蚕女，我们现在跟一个养蚕的哈，那么嗨，来，蚕丝可着蚕丝，来后宫喽，太香喽。又是这种后宫 game 啊！哇，他还可以跟女娲哎、欸，女娲、嫦娥什么都有，这会不会太犯规啊？太香了哦，太香了这游戏，结识了，还可以传唤美女，哇，这游戏大家知道了吼，知道怎么玩了吼。好，接下来讲这游戏最多的礼包福利啊，还有隐藏版的一些福利给大家。首先呢，这个。
哦，这个元宝一定要领了。画面的这边有元宝可以领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换个好看一点衣服啊？那开局的话呢，限时登录，每天登录都会有奖励，包含这个抽奖券啊，五花大绑绳，怡红院用的，哎，好色哦。还有这个玉仙玉石板，还有什么红肚兜，很会玩哦。还有这个典籍钱庄，一直点这个就可以拿到奖励了。这个一样，点击钱庄就可以拿到奖励了，限时的福利。哪些特惠礼包？最强礼包福利，这个有没有？开局就可以免费拿到了，每天登录都可以拿到，过一段时间才可以。还有这个手厨的奖励啊什么的，然后跟美女的亲密度也会有奖励啊，它什么都有奖励啊。然后传唤美女呢也有奖励，这样。这个有什么？活力丹啊，可以生小孩。然后培养子女，这个游戏可以生小孩的哦。像我们跟这个美女的就可以生小孩，像跟他 happy， 他就可以生小孩。他有什么技能呢？我还可以提高他的技能，这样。宠幸一下，跟他出去玩。好嗨哦！哎，生完小孩啦，得到一个千金。好，跟他玩，你就是也可以自己手按这样跟他玩，这样，或是一键培养之类的。好，自己玩，这个很简单。那手厨的话呢，有这个福利可以拿到好用的神角、槟榔女，还有五镖师，手厨就有了，不限金额的手厨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多好用的东西啊，老鹰欸，还有人参，欸，五镖师，还有这个槟榔女，槟榔女好香啊！那现在有这个小当家的活动，小当家活动送的东西还蛮多的，就是跟小当家玩就可以送东西的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拿到什么特级厨师，有没有？隐藏版的神角，我很期待蓝飞鸿啊，阿玛，很多好东西。然后还可以领取到小当家的时装，超帅的小当家时装，只要通关就可以领了。这是来玩这个小游戏，所以很多福利。那这个槟榔女，那七日签到的话呢，也有这个老鹰啊什么的。第七天呢，还有大显身手，就是四郎的服装。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啊，有四郎的服装，有小当家的服装。手厨刚才讲过嘛，所以其实蛮多礼包的福利的，就可以拿到很多好东西。那冲榜也会有福利，就是亲密度啊，然后子女啊，这些冲榜会有隐藏版的福利，都可以领到，蛮爽的啦。那就是可以玩美女就是赞啊，可以传唤美女，每天都很嗨。哎，所以这款游戏呢，哎，旭哥给他大好评。大好评啊，而且它有一些额外的玩法，不错。它后宫也会有后宫的玩法，可以提高一些东西，这样。还可以帮他取名啊，晋升美女，还有语音。蚕丝可做蚕丝被。哦，不错哦。这个游戏真的不错，以前应该早点来玩一下这个。还不错嘛，旭哥还蛮爱玩的。后宫呢有很多美女啊，这边，哎，还有男的嘞。毕姓吴，老板。我靠，吓死！还有男的，花无缺，这边很多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笑的。苗疆圣女，哦，还有圣女，笑死了！新娘之妹，新娘的妹妹。笑死了，连人家妹妹都不放过。新娘之妹，这游戏会不会太好笑啊？小舞，手工少女，好，这个游戏真的还不错，蛮好笑的。好，那最强的隐藏神角呢，可以免费拿，再加上这个后宫，让你爽不完啊！真的太好笑了，太多了。而且要玉兔，玉兔也是一个角色啊，玉兔也是你的后宫。白鬼青痕。玉兔、女娲、嫦娥都有。好了，那大家自己来玩吧，好多后宫啊。
好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手游都在频道。我们下一集啊，攻略见了。